国内油价油感大降价，由于国际油价持续走跌，中油呢也跟着调降汽油价格1元，柴油调降1.1元，调整后的价格呢来到了925,025.9元、955,027.4元、985,029.4元，还有超级柴油是24元整。而这也是自2009年的10月3号之后，中油油价再度出现全部二字头，国内油价呢也回跌到5年多以来的新低。